哈喽，我的大嘎猴啊，前方为何是鸡飞狗跳啊？原来又是你的大寿哥驾到了。最近我的视频不是很多时候都在聊这个心神幻神之类的话题吗？啊，其实这也没办法啊，主要是没活了啊。这个人上了岁数，他脑子里面装的全是大，也没有什么话题啊，就只能跟大家尬聊了。但是呢，就会经常看到有这个人在我视频里面评论说，幻神心神哪你说这么夸张，只不过是人菜的借口罢了，菜的人用什么都菜啊，厉害的人用什么都厉害。其实后面这句话呢有一定的道理，但也不全对。前面那句话呢可能是说的人他没有玩过 CF。 你看我每次发这个心神 98K 的视频都有人说啊，我是范围外挂。你看前面集锦的那个片段的最后一枪，就那个抑郁小镇那个四连杀，最后一枪看着好像是没有打到，但是最后却算是命中了。然后我剪视频的时候我定格看了一下，是打中了对面狙击手扣扳机的那个手指头。哎，这就是这把神器的威力了。你说这个幻神不变态吧，在差不多水平线的玩家对决上，你拿大炮我拿幻神，我开两枪你只能开出来一枪，你说他强不强吧？然后又说大家都有了啊，就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。哎，那你说这个神器它是不是游戏给你免费送的呢？是不是只能靠氪金才能获得呢？然后最主要的是我氪金还不一定能获得啊，我还得看运气。你知道我当时抽了多久没有出一把幻神吗？哎，算了，往事不要再提。所以说有的玩家啊，说话就是喜欢干那么一下子，说什么都喜欢干一下子。哎，但是干得好，你不干的话，我也不会想到来给大家发一些这个心神视频来聊一聊了，因为实在是没活了呀，没话题了呀，真是感谢兄弟们呀。最近我陪玩的全是一些男水友，上来就总是问一大堆八卦问题，然后问我怎么看，我看个锤子我看。然后那个老板娘呢，她又去出差了啊，这些天也没找我打游戏，前面和他玩的那些全是他在疯狂开车的，那压根就过不了审，那微信聊天那肯定就更不敢发出来给你们看了。所以说感谢兄弟们给我话题来聊天啊，嘿嘿。但其实最重要的是感谢兄弟们又给了我吟唱的机会，哈哈哈哈。你看这些靠活动才能氪到的神器，你是和我一样脸黑抽不到，或者说没有赶上活动的，然后你是刚回坑的玩家，你的号里面又没有这些神器，你又想玩这些神器，不用愁，你完全可以去低价买一个号来玩嘛，加上视频左下角的微信 CF80699 或者 CF80688， 随意挑选你想要的神器账号。有想退坑的玩家也可以加 V 来评估一下你的游戏账号价值，觉得价格合适的话，你就可以在这里出，卖号一小时内到账，卖号早会包赔呀，安全有保障。有需要朋友可以加 V 了解一下哦，这两个微信加一个就行了，切记不要重复添加哦。好了，不知道大家还想看些什么样的视频呢？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提出啊。另外如果有妹妹需要我陪你玩游戏的话，你可以来找我哟。正所谓夕阳无限好，谁有妹妹变大嫂，找我你就要趁早，快的肯定是少不了啊。来，你做我的小宝宝，嘿嘿，我陪你到老。